最后关头，我们看到这砍 Q 都要帮忙拉票、哦。那么另外呢，就要带你看蔡英文，则是请出他的姐姐跟哥哥，特地从美国回来，也加入拉票的行列。民进党因家台中市竞选总部出现了两名贵客，蔡英文的三姐蔡盈如及哥哥蔡盈正，会在一起。我们两个都会，我们会一起。我们会到花莲，会到嘉义。到宜兰啊，就是这还有台北啊，就是一些朋友亲戚啊去拉票这样。我们就拜访一些亲戚朋友，是我们自己的私人的朋友这样。蔡盈正是在7号才回到台湾，而蔡盈如则早在2个星期前就回台投入辅选。这一次，两人扮演蔡英文的分身，站上了宣传车，一同为妹妹拉票。台中支持团现在蔡英文会坐坐甲哥哥一车厢，来拜托咱乡亲全力来支持，一同蔡英文。总统大选不止主帅忙翻天，连家人也得聊漏气。蔡英文的姐姐和哥哥将在前往嘉义、宜兰、花莲等地拉票，而台中市竞选总部也将在10号举办车队游行，路线将涵盖台中市8个区。到时候，候选人蔡英文及苏家全都会前来，一同抢攻中台湾选票。三立新闻林博彦、邱立宏台中报道。